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2年7月31号，旧历的6月14，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欢庆父亲节，乐港镇公所表扬22位模范父亲。镇长柯志宏表示，爸爸为着家庭无怨无悔付出，真值得大家来学习。幽灵神鼓国宝级的长尾魂歌戏，以及700多名的主祭志工，用优美的肢体语言演出历史的故事，也来展现着佛陀的精神。新港溪底太平宫主事着黄富千岁，奉着神明的旨意，专程依照古礼举办科仪，重新来敬这个神明的代言人。好，来乡亲啊，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讲到这个8月7日父亲节，乐港镇公所特别提前举办着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今年得到表扬的模范父亲共有22位，嘛透过这个活动，感谢每一位用心照顾家庭的爸爸。模范父亲表扬活动安排水帆舞蹈团进行表演，就由因演出才来气氛。提前陪伴所有爸爸欢庆父亲节。乐港镇公所举办模范父亲表扬典礼，总共表扬22位模范父亲。这届由国立甲地方社团推举的模范父亲，各自伫咧无同的方面，拢有特别合适的所在，每一位拢是今日是坐灯环。今天我们鹿港镇举办112年庆祝父亲节暨模范父亲的一个表扬，你看今天有22位的模范父亲受到一个表扬，今天是由咱的这个公立以及社团所提拔，你看我们每个父亲在家里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来让讲大家为安为着咱的家庭按少年拍拼到老，爸爸亲自出山，你看讲为着保护咱的这个家庭无私的一个奉献，嘛为着照顾咱的子民现场布置甲真温馨，爸爸伫厝内底来陪伴之下，来接受镇长柯志宏甲其他平台顶人的祝福，接受颁奖，大家做伙翕相，留下荣耀的时刻。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干彩虹报道。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彰化县政府举办112年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奖，向来自各乡镇市公所甲社团所推荐的39名模范爸爸，献上上届辛苦的祝福。爸爸爱的亲像山共款，无声算是真坚强，也是家庭重要的支柱。为了彰显爸爸的伟大。彰化县政府秉持着感恩的心，举办112年模范父亲表扬活动。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奖，向模范父亲献上上高的敬意。县长也跟模范父亲王建次写书函，分别写下父爱、美好，提前祝福全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总共表扬有39位模范爸爸，其中年纪上最是98岁。每一个模范爸爸背后拢有一部非常感人的这个故事，嘛拢真值得咱少年人来做学习。伫遮要呼吁咱所有的这个为人子女我们呢一定要。爱要及时，孝也要及时。那趁着爸爸妈妈都还在的时间，多花点时间跟他们关心，多花点时间跟他们相处哦。每一个模范父亲的背后，拢有让人真感动的故事。为了家庭、社会来奉献，县长王惠美表示，期盼借由表扬活动，将这挂伟大故事传递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成为社会典范。台中华新闻叶芳如何必彩虹报道。说下来，带乡亲来去看震撼的艺文演出。
主席主持人基金会结合着幽灵新歌东美魂歌戏团，在咱中华体育馆举办八场的金藏演绎，按这个佛陀的五道救度重生，一直到主席创立。三点钟的演出结合着艺术甲人文，展现着佛法精神。震撼人心的场面，是主席基金会伫咧中华馆立体育馆，透过唱诵、手语、音乐剧等方式来传达佛法的经典。主席基金会表示，中区八场的金藏演绎，每一场演出都是有无同款的师兄师姐来演绎。透过这次机会，展现佛陀一生五德以及无量义经当中德性品、说法品、功德品六瑞相，展现佛陀弘法的精神。实际走进，从57年走进第58年，上人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呈现弘法一生的精神，弘扬正法就是我们的佛法。那今天会呈现的就是上人一心一念的无量义经里面的三品。我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上人及所有的师兄师姐长期以来追随上人，那真的是走在时代的尖端。从过去我们对于环境、对于心理各方面的一个这个关注，现在呢一一正业的上人过去所担心的。幽灵新歌创办人刘若愚也讲，幽灵新歌长期以来希望对了解自我心性以及对生命探讨甲艺术结合，这不是搬戏，是发育，会当讲是大型的发挥，要让观众了解佛陀的故事。在这个一段一段的，就是尤其是每一个故事，我们知道他们到了这个国家，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在哪里赈灾，在哪里帮助人，甚至于是一个菜市场的老太太，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这些故事。我们作为台湾人做那么长的时间，都不知道原来慈济为台湾做了那么多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次的无量义法随诵呢，更是依循着上人的指导，我们跟幽灵神鼓刘老师、黄老师共同的在慈月师姐的陪伴之下，我们慢慢的一段故事，每一个故事生动的去演绎。上人有特别交代，这不是演戏，这是法义。所以这几天的这几场演出就是一个大型的法会。主席基金会强调，今年是主席58年，希望透过这次无量义法随诵金藏演义的演出，让更多人悟出佛法的精神。大众新闻，天上中华彩虹报道。即摆咱先休喘一下，稍等下来看到弘扬观光的文化，花坛向门山举办着路跑的活动，成大批乡亲来报名参加，报名费用过来捐予公益团体，公告了后做回来关心。大业大学荣登远见最佳大学排行榜前30强，学生竞赛获奖比例私校第一，打造国际竞争力，百万年薪不是梦。喜欢实作学习就来大业大学。有一种仪式，一生只有一次。华范礼仪，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二，也是旧历的6月15。根据同岁记载，明仔在位的公爹正当风，好时是透早5点到7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着透过咱大中华新闻的镜头，要带乡亲来去看这个要做新兵的代言人，是真无简单哦。新港溪底太平宫主事着黄富清帅，奉着新兵的旨意，头尾浪费三十几档，是重新要来经这个新兵的代言人。专程是依照鼓励基本科仪，经过两个月时间，嘛来经出三个人，分别来做港富王爷、朱富王爷、甲徐富王爷的代言人，替信众来服务。新港溪底太平宫主事黄富清帅是当地居民重要的信用中心。太平宫的登记已经过往十几年，因为今年太平宫博得富安宫的轮值升封，每年阁担任富安宫的轮值新大楼，有真济工作要发落，因此新民指示要来捡新机。算啊，如果有先锋，啊无机哦，哈哈，来捡啊！啊，面对啊，佫接大，要为咱整个服务啊，啊有啥物代志，通清晰啊。这回就是为着这顶顶爷以后去钓钓先锋，啊先锋了，咱嘛无动机。例如咱东尾，尾过来这大路接，吼、哦、接大路转来，所以大家村民拢真需要讲哦，来捡这重机，哦啊，这回咱重机已经上少我也有十外年无啊，哦，咱上早迄个老重机功夫王爷，也较久，也可能超三十年哦。啊，咱师傅王爷可能上少我话头是十年左右有哦。啊，咱这回捡机真正顺利，哦，头一阵就是咱朱富王爷，哦，朱富王爷，哦，降临，哦，啊，第二阵就是咱江富王爷来降临，哦，啊，第三阵就是师傅王爷来降临。咱这回就是三个机身，四尊王爷。一尊就是咱太子来过来，甲咱江富王爷挖新。新民要来捡机身，毋是一件马上就能完成的工作。溪底村内大细很信徒，利用暗时更大冷，等待新民降价。由于新民找代言人，心情阁慎重，刷落来挑选出来新机身，必须要接受维护、就医、爆发等训练，经过侪近的过程，才会当成为新民代言人。太平宫关灯捡机是地方的大代志，全村动起来。不论是叩骨拜拜料理，或者是煮圆仔订平安餐，都是社区居民共心来完成。最后，信众伫江王、朱王以及四王的带领之下，斗阵过大火求平安。过过程唔仅彰显宗教信仰文化，也来展现真好的向心力。在中华新闻也风有新港彩虹报道。主事关圣帝君的花坛黑门山举办路跑比赛，这届讲是以过五关斩六将之勇的概念，甲路跑来做一个结合，唔那是弘扬着关公的文化，传承忠义精神。报名费用，各位来关乎公益团体，路跑与我健身，各位当来做公益。信号声响起，上千名街道派民众按花坛黑门山出发，开始伫个花坛山区享受路跑带来趣味。
这张由中华日线恒门金钟教会所主办的第八届花坛恒门山道跑活动，有来自全国各地道跑爱好者来参加。这届赛事以关圣帝君、过五关斩六将的精神，来弘扬关公的文化，传承忠义精神。我咧发扬阮温州的忠孝节义，我咧教育伊，我咧参足侪间学校的校长配合，我要来推行五常德，吼，咱要为学生伊来道德教育教好。吼、哦，啊，教好，咱后摆家庭再好，啊，家庭好，社会就好，社会就好，国家就好。啊，阮前面再搁发扬着阮的大义精神，阮甲这路跑的公益，甲这金额一寡来捐予咱脊椎受伤的迄同胞，因实在吼足辛苦。这回赛事主办单位搁找来多位的艺人来担任公益大赛，嘛加参与活动民众，做回享受花坛山区的美丽风景，做回度过假日时光。那最主要呢，现在的运动量，现代人的社会运动量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跟公益跟健康做结合在一起，希望我们有好的身体，而且我们也提倡不与人相比，我们只求超越自己，所以我们要做公益。好运气，这我第三次参加，我觉得参加那整个活动还蛮就是蛮好的，就是觉得整个活动好的路，不管路线呐、啊，整个补给都还不错。主办单位强调，恒门山第八届大跑比赛再次结合公益，上千名参赛选手报名费，嘛来捐予脊髓损伤重症协会等公益团体，民众会当运动，会当做公益。多张新闻，天上飞弹，彩虹报道。同样也是体育方面的消息，进入第四届红袖杯全国慢速垒球锦标赛，今年有共有16支来自全国各县市的精英队伍参加。主办单位希望参与这场全国性比赛球队教练选手都会当哦成绩丰收，优异丰收。啦啦队精彩表演，差点今年红袖杯全国队球锦标赛气氛。进入第四届红袖杯全国慢速垒球锦标赛，这回总共吸引16支国内精英队伍参赛，来自全国各地慢速垒球高手，这回来提升中华关的运动风气。这个运动吼，会使讲是全国性的运动，吼、哦。啊，我大概每一届若较大型的比赛来咱中华，关于棒球还是垒球的，我拢会甲赞助咱的蛋糕。哦、啊，今仔日我嘛较照以往拢同款，摕蛋糕来送咱的球员，送咱辛苦的这个大会工作人员。代表关于国旗顶下的林家立委谢依芳出席开幕式的经理委郑汝芬指出，透过丰收杯，希望选手教练能当成绩丰收，优异丰收。除了伫个球场顶头争取好成绩，以求获友，麦当增进亲子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当丰收登厝。因为这个是一个老少咸宜啊，中年、老人啊、青年啊，都可以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可以带动我们家庭的亲子关系，让我们的小朋友，让我们的家里的那个成员啊，可以一起陪着喜爱慢垒的成员一起来走出户外，可以讲说是一个假日一个最好的一个休闲游憩，最好的一项活动之一。那也希望说慢垒在我们全国这样在我们议长谢点林的带领之下。也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奇迹让我们再一起把它发扬光大。主办单位强调，举办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比赛，就会当吸引更多人来彰化，会当透过运动比赛来行销彰化，让更多人熟悉彰化。多张新闻，刘尚彰化采访报道。国立秀水高中真厉害哦！学生囡仔参加第53届全国技能竞赛，摕到四面金牌加三面银牌好成绩。广告了后，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啊！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烂泥撒撒娇啊！妈妈用是点数用来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5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是关心您呐、啊。
台北大中华新闻继续来看到国立秀水高工真牛哦，参加第53届全国技能竞赛国赛，摕到集体创作外观模型一种的金牌，就来门窗木工贴砖啊 CNC 车床，嘛来摕到银牌好成绩。另外，学校的校友会嘛来颁发着奖学金，给着奖的学生，希望因会当继续努力，替秀水高工带来光荣。秀工赞赞赞！同学真欢喜，甲师长翕相。秀水高工历经率领学生参加第53届全国技能竞赛决赛，伫咧集体创作外观模型一奖，得着金牌；门窗木工贴砖啊 ，CNC 车床得着银牌。参赛同学表现真好，总共摕到四金三银，第四名甲家族成绩。秀水高工长期以来就是为技职教育扎根，为地方产业培育人才。除了我们的品德教育之外另外对我们工作态度的养成也是非常的重视。那对于我们技能的学习更加的用了很多的心力来培育我们的技术人才。那在今年第53届全国技能竞赛，我们成绩非常亮丽，总共有四位同学拿到金牌，三位拿到银牌，两位是第四名，还有两个佳作。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沈依林同学还取得国手的这个机会今年11月份的话要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去参加国际青少年组的国际技能竞赛成绩非常的亮丽。那这些同学其实他们以后都还有机会更加努力来争取更好的成绩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也不让去年我们两位校友两位学长学长的这个拿到国际技能竞赛的金牌不让他们专门于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为了鼓励这场选手，秀水高工校友会理事长林明雄也来颁发奖学金给学生。另外，伫咧校庆迄天，也来颁发金元宝给得金牌的学生。感谢哦，感谢我们秀水高工的那些老师哦的指导这些学生的努力才可以得到四金三银的也要感谢主任跟老师一起指导，还有他们同学的努力谢谢啦秀水高工会越来越棒，越来越好学生对老师的用心指导真感谢，表示会继续努力，争取刷得来国手资格。女生在体力方面当然会输他们一些，逊色一些，但是在细心程度上会比他们男生的程度还要好一些这样。我们秀水高工这一次在53届的全国技能竞赛荣获了四金三银的佳绩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跟指导老师以及我们各个行政单位的合作就是非常的融洽，让我们可以获得这个佳绩。那这个部分学生每天的练习的时间甚至比老师还有指导的时间还要更多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问题也跟老师不断的沟通协调才会有产生今天的佳绩。特动部举办全国技能竞赛，来自秀水高工的学生发挥训练实力，甲各方好手用专长来比关格，希望让更多人会当来反转观念，利用专业技术也当发光发热。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新港乡立幼儿园举办着毕业典礼，受到疫情的影响，头尾让卖三档，再一次登来到公所的礼堂举办大型的毕业活动，让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等亲友团会当来到现场感受毕业的快乐。新港乡立幼儿园举办毕业典礼，受到疫情的影响，让过三年再度登来到乡公所礼堂前来办理。和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等亲友团都会让来参与这个重要的时刻。深港乡立幼儿园第25届毕业典礼，我们停办了三年，回来到深港乡公所的四楼礼堂举办毕业典礼，让更多家长、阿公阿嬷们可以来参，更多人来参加
小朋友的毕业典礼，分享小朋友的喜悦，在此，让他们结束了幼儿园的生活，迎接新的学习旅程。那我们深港乡幼儿园哦，在深港乡，不管是师资或者是环境哦，都是非常棒的。那今天呢，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毕业快乐。除了亲友团以外，乡长、立委、官员、乡民代表、村长等地方头人也拢亲自出席，祝福囡仔展翅高飞。那看到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快乐学习、快乐成长，都活泼有朝气啊！家长们选择把孩子送到乡立托儿幼儿园来学习，是很正确的选择。那看到我们有打好这么好的基础哈，相信再来衔接国小的课程也可以都很顺利。那祝福各位毕业生们都能够鹏程万里，大展长才。祝福他们这些小朋友哈，在往后哈的国小、国中、高中的阶段能顺利的成长，以及哈受到家长的呵护哈，能健健康康。今年毕业典礼以一个家人化为主题。表彰穿上外国风情的跳舞衫，搭配无同国家的歌曲，就是道具，来听孩囡仔对音乐的感受性，能显出热情和活力，加真独特的个人风格。多种花新闻也丰富，新港彩虹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37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9.7元。继续来看详细个情形。果菜上价55.2元，中价51.5元，下价34.8元。冬瓜上价22.5元，中价15元，下价15元。菜头上价13.4元，中价10元，下价6.7元。苦瓜上价65.5元，中价39.2元，下价25.1元。牛肉上价21.2元，中价18.9元，下价14.5元。肉上价39.7元，中价20.3元，下价17.5元。各类菜上价42.7元，中价32.9元，下价19.7元。白菜上价46.4元，中价34.6元，下价20元。包心饼上价22.2元，中价17.5元，下价7.5元。油菜上价40元，中价28元，下价17.5元。菜头上价13.4元，中价10元，下价6.7元。葱头上价33.4元，中价27.5元，下价19.2元。关心空气状况，环境风场转吹西南风，迎风面的所在扩散条件真好，加上落雨，全台湾的空气品质都是到青灯良好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方面哦，8月1号、2号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部甲东南部的地区会来吹即个云风，一号北部甲南部地区会来落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天的天气。就是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